第一题，在某城市人口有20万人，请针对是否赞成承办单位利用封锁街道举办青少年街舞大赛活动做问卷调查。请问全体赞成比例应称为下列哪一个选项？好，那用来描述某群体的一个数呢，我们称之为参数，因此本题要选 D。